This is the mugwort biscuit. I'm trying to make out of fresh mugwort. 这是新鲜艾草，将要做成艾草饼干。看，马上有新鲜的艾草，就可以出炉美好的艾草饼干咯。看，艾草饼干，虽然有更健康的做法，但是我就喜欢，也太长了。Mugwort biscuit made out of mugwort, fresh mugwort. 艾草饼干 ，mugwort biscuit， 新鲜出炉的 ，fresh baked mugwort biscuit， 新鲜出炉艾草饼干。哎呦，我要拿一个刀把它。还软软的，还没有很 hard， 很快就会 hard 的。哎呦，你可以看到它是还是很 fluffy 很 soft 的。好，发现刚刚仔细吃的时候，发现每个都有一些小的艾草小纤维出来，看，特别可爱，小的艾草纤维就出来，纯有机。